谁是不夜城寂寞星辰。热烈也沸腾，我也感觉有点冷，变了心的人越想越伤人。故作到清晨阳光提房间什么怕分手的伤，解脱是跟真人，这是个错，我不应该还不放手，我有自由走，我有自由好好过，不错哦，新加坡人唱解脱，你唱最好。你看我是第一个啊。不是，你不是第一个了，但是大部分的新加坡人都不敢拿麦克风，有麦克风恐惧症。优秀优秀。